乱秀七阶素材舞台机，一个视频教你 S 牌调香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太。这一期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这个调香师的教学。那么开局的话，这个点位的话，我们先修电击桥。然后修电击桥的话，一定要注意非常非常危险。那么这一把的话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开局我们直接手斩飞到我们脸上来。哎，不过好在我们是个调香师，那么赶快喷香水啊。距离差不多的话就喷香水，然后我们盖着板子，然后再翻板。哎，赌的就是一个这个刺激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转走啊，就是发现这个速闪是个快闪，那么赶快拉点。然后速闪现在这版本基本上都带闪现的啊，然后是个快闪，那么肯定就是这样子了。然后我们赶快找板子，这边的话先拖一下，先绕一圈啊，因为我们尽可能去拖晚它一个时间，不然的话很难受啊。那这边的话板子我们要直接下完之后，然后我们要直接进这个，哎，这边的话卡模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黑无常踩板是非常非常快，卡模一下就出现了问题，出现什么问题？就是出现了我们无法进行到下个板子，你看这短短时间就出现问题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摇铃没有办法躲，因为飞轮没好啊。开局飞轮变久了就确实很难受。那么这块我们直接坐车，记住六不动怎么办？就坐这个车啊。那么坐完车的话，我们就要防一手。我们这边的话先等一下，然后下去看一下，一定要看啊，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他了，已经啊，黑无常他想骗我啊，然后不着急，看他续闪，续了3-4秒，那我们可以往前走，因为他百分百他这个闪肯定要收的。然后这时候的话，他再重新丢闪，那么丢闪的话，我们赶快往回走，然后进最近的板子，记住，然后最近的板子，然后这边闪现好了，然后看好预判的闪现啊，不着急，看抬手抬过来，哇，这边的话他着急了啊，他是白无常，台湾板子让我们喷香水。这个位置喷香水是为什么？为了防一手啊，万一距离不够，我们可以下来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直接开车，嘟嘟嘟嘟，好，那么这速闪直接就裂开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首先我们163台机啊，然后我们这时候的话赶快躲起来啊。这一波六轨是非常非常简单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尽可能去拖缓一个他出技能的时间啊，不然的话速闪出了技能不好溜啊。这还是个快闪速闪啊，是个风窗。那么风窗的话，后面这个我们就会利用到这一点啊。那么这个的话，我们先躲起来，我们不出击啊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话，所有人啊被砍都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讲都是最好的，除非我被砍啊。所以我们这边蹲在这，然后等待队友信号啊。如果说队友被抓的话，那么我们这时候再出来啊。那这边的话，队伍屠夫已经去抓这个基业师了啊，然后我们的话就去翻箱子。这时候千万不要着急修机，因为屠夫针对的就是我，什么树上都看不见了，什么你怎么说针对我？对，没错啊，这就是意思啊。因为他杀别人的话是没有任何收益的，他杀基业师也没有关系，他把娃娃砍死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杀基业师本体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猥猥琐琐的修机，尽可能去修机，因为屠夫一旦看到我的话还是要换追我啊，所以我们前面那么谨慎啊。然后这边话基业师给带过来，那么赶快跑啊，然后做个动作，这边话赶快和基业师分散开。我们的话本来打算准备去修机，但是基业师带到脸上来了，看屠夫杀不杀。哎，屠夫不杀，那个不杀我的话，那么我们绕回去啊，但是一定要谨慎啊，一定要先确保拉开距离之后再回去。那么我们去回去找一下电机修啊，这时候要修机了，这时候不能再犹豫了，因为屠夫我们看到他在砍基业师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终点好像没有电机，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准备去修四级，然后翻过去的话，突然发现树闪发现了我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台一铲机啊，等我过来之后才发现一台一铲机，那就赶快走。那这句话我们不交互换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开门战斗留着互换啊。然后这句话我们盖板，哎，这边话停顿一下，哦，然后搏一下，哇、哦，这一波的话没想到延迟刀器直接把我打到啊，没有盖下这个板子。那么不过没有关系啊，电影机就已经压好了啊。经过我们的一波基本操作，加上一个意识啊，这把电机就已经压好了啊。有机业师在的机就是这么快啊，所以说开局的话尽可能去不要扣血。那这句话机业师直接扯完之后，让我们和接着分散开啊，让接着扛。哎，这边的话空一刀之后，然后队友赶快开机，开完之后我们怎么办？记住，我们开门战要防这个闪现啊，怎么防？看好，我们这边的话翻板加速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想直接走。哎，这板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下来，但这边没有下怎么办？但是记住拉点啊，就一直拉点行了，然后这边一直走。他既然想交这个闪，我们卡飞轮啊，我们这边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是一个封窗的，然后他要么交闪现，要么交闪，所以说他既然交的闪，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去守门了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一波的话拖一会儿，拖挂到这儿，然后你发现没有，我们都不侦查，哎，我都不侦查，哎，你都没有这个时间去守门啊。所以说这一波思路是非常的清晰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完全就不需要什么华丽操作，只需要这种简简单单啊。大家学习的话也可以轻轻松松上 S 牌，嗯，嘿嘿，你学会了吗？好，希望视频的话可以帮我点点赞哦，谢谢你们。